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5页。875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又毗婆沙论曰：善根者，不贪、不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今天我们从这看起。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善根，简单明了。根用树来做比喻，树木花草，它有根，它才能长成，才能开花结果。那么一切善法。这善法根是什么？必定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三个根出生的，这就非常重要了。修什么？修心呢，掌握着中心，掌握着纲领。善根的反面就是恶的根。换一句话说，贪嗔痴能生一切恶法，恶法感三恶道，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人生很短，100年，真的这一弹指就过去了。百年之后到哪里去？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三善道、三恶道，是我们去的地方。这就看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如果恶多于善，恶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就三恶道去了。三恶道非常可怕，进去很容易，出来非常困难。佛在经上，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不是吓唬我们，不是威胁我们。三途一度无千劫，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什么叫一个小劫？
佛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大家平常熟知的就是一个真仙啊，人的寿命从十岁，平均寿命十岁啊，这很短的时期，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命最长的啊。我们现在是在减劫，100年减一岁，再从84000岁，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你就想想这一小劫是多少年，你慢慢去想，多少个小劫呢？5000个小劫啊，经常没有说小劫，我们就以小劫来算。这三恶道的最苦要受5000劫，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升到人道来。所以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这人生不容易啊。啊，一是人生麻烦就立刻就来了。啊，我们今天能得人生，而又遇到佛法，还遇到净宗，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呢。啊，这个人真的是幸运的。什么好事都被你遇着了。那么遇到之后，问题有没有福报？这话怎么说？如果有福报，你能够抓住这个机缘，一生成就；如果没有福报，空过了。没有抓住机会，净土真的非常容易成就啊！不需要消业障，不需要断烦恼啊！啊，只要信、愿、持名，你看这三条。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信心坚定，恳切，没有怀疑，这一句佛号能念多少算多少啊！但是这个念佛要用真诚心念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不算数啊！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心里就这一句佛号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祖师大德劝我们佛号不要中断，往生决定成就啊！世间什么事最好？念佛最好，没有比念佛更好的。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打妄想？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都从贪嗔痴里头生出来的。我们要把贪嗔痴降温，啊，这三个根本烦恼。人人都有啊，没有贪嗔痴，你就不会到世间来，你就超越轮回了。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从地狱到无间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贪嗔痴没有断掉啊，所以功夫不得了啊！唯独净宗法门，讲到待业往生。贪嗔痴不断可以，只要这句佛号能把贪嗔痴扶住啊，不断不是断烦，断烦恼难，扶住比较容易啊，要有能力扶住它啊。那什么方法对我们有大帮助啊？真正有大帮助的，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人间天上，不起贪嗔痴的念头就好啊。所谓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好啊。这个人一生决定的生净土啊，例子太多了，我们听说的、亲眼看到的，是真的，它不是表演的。啊，所以《毗婆沙论》里就讲，一切善法从此善生。是故，善能生妙果，病复生于善，故名善根。啊，能生妙果。这个果加上个妙，我们就知道，没有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妙的了。念佛不能往生，都是临命终时，贪嗔痴起来了。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财色名利，有一桩放不下，就不能往生，他就障碍你往生。啊，不能往生，善恶果报马上现前，这一生善多恶少。三善道现前，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啊，不善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三恶道的境界现前。
地狱、卧轨出生，很麻烦。地狱时间长，论结算的很难出来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于这桩事情有很深的体会啊，小业障什么样的修学真能消业障，快速消业障，那就是性缘痴迷。广修功德啊，什么功德快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这是我这些年来跟同学们在一起用这四句话劝大家啊，什么是好心？跟诸佛菩萨一样，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好心，这是佛菩萨的心，是大圣大贤的存心啊！我在这个事情不为自己，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希望帮助他们离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不离六道轮回，那个离苦得乐是暂时的，时间不长。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这是究竟的苦断了。啊，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脱离六道轮回，人人有份呐、啊！真的不是假的。你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再感恩佛菩萨。啊，头一个感恩。释迦牟尼佛，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啊，得究竟乐，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里面第一个真正的乐，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无量寿，修什么法门都能成就，有的是时间啊。到极乐世界谁叫你？阿弥陀佛叫你。极乐世界的教学，一对一的教啊，佛有这个本事，大众都在一个讲堂，个人学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佛专对我讲的。我想学华严，我听佛讲的经是华严经，佛传授我的就是华严，一点没错
啊，你学法华，你坐在我隔壁，你听的就是法华，你所得到的就是法华，就妙极了。啊，大讲堂里面坐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感觉到佛是专对我的。是乘船妙法，成就自己，教化众生。啊，所以你说这三个好不好？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后面还有两个余善，也算是善根。不傲慢，不怀疑。啊，这个五个大善根呐、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不疑，不怀疑。我们要学这个，这五个要扎根，然后能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法都从这五个根生的。有根，就有言语、好话，就有行动、善行，啊，做好事啊。后面自然是好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记住是好。那、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都是教化众生，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啊、亲近心，修无界十善，啊，学孔老夫子的五德。温良恭俭让，要正感，要记在心上。啊，日常居家生活温和、善良，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对一切万物恭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大根就是孝敬，就这两个字。孔孟做到了，夫子修学生三贤，里面有七十二贤，七十二贤做到了。啊，他要没有做到，不能成为贤人。这五个字全做到了，孔子做榜样。温良恭俭让啊，对于自己节俭，谦让，礼让，好啊，
没有人不欢喜。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尊重心啊，叫常生欢喜心啊。你说话，别人喜欢听，认真向你学习。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啊。下面念老引用《弥陀要解》偶益大师所说的，菩提正道明善根，就是清净云。菩提正道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此即成就菩提之清净。这说得好啊，欧益大师说的。欧益大师这个《弥陀经要解》啊，文字不多，真正是非常扼要、简单扼要。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即使诸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还了得吗？啊，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讲经，演培法师也是我的老朋友啊，这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他有一天请我吃饭啊，我记得在素菜馆，啊，客人就是我一个。他问我：“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神通。”啊，他说：“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请说。”印光大师对偶益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就告诉他，印光大师赞叹一点都不过分，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叫难心之法了啊！延培法师在南洋也很出名啊，他都怀疑，何况其他的啊？怀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不踏实啊？为什么侥幸的心来修这个法门，哎，真好，我这个便宜赚了啊！那是假的，骗人的，我就让他骗一次吧。存的这种心啊，但是他肯念，他也能往生，品位不高啊。如果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念这句佛号，品位高啊。
啊，高到你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欧耶大师的要解，《弥陀经注解》里头，第一殊胜。他讲的菩提正道，明善根，啊，就是清音。菩提正道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句话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发菩提心，不相应。菩提是求，什么是菩提心？古大德为我们解释。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啊，菩提心的体，古德常说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是菩提心的体。啊，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是正确，对别人是慈悲。啊，正确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这就是修学净宗啊，要常存这个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用这几句话来解释，大家容易懂。早年间，我在美国、加拿大，啊，到处讲经，劝导大家发菩提心。我一共说了20个字。这前面10个字劝发心，后面劝一向专念，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一共20个字，劝勉同修。啊，这20个字简单容易记。啊，20个字，十桩事。前面10个字是发菩提心，后面10个字是一向专念。啊，专，注重在专，所以要看破，要放下。啊。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专这个字做不到啊？能做到专，专心、专念、专行啊，一定要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是最早我跟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
他教给我的。我向他请教。在这个之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最后这一个单元，老师讲的是佛经哲学。在这之前，我们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它是迷信，它是宗教。老师把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学哲学找哲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进佛门来的。所以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这么好，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钟点，一句话没有。这是大师的教学方法。什么原因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问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老人家在等，但是等我们这年轻人把浮躁的这个心性放下了，半个小时看到我们好像入定一样，他在说说一个字，有。我们精神马上等了半天了，还不错，有。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又浮躁了。他老人家就不说了。这等了大概10分钟，我们又恢复到好像定的范围。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你看，就这么两句话，差不多消磨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再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我们那个时候初学，张家大师没有用佛门的术语，要用佛门术语我们听不懂。这是什么？大乘教里面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那用这个名词可费事了。两个小时我们听不懂，他用最浅显的，看得破，放得下，我们一听，好像就懂了。其实是不是真懂呢？也是似懂非懂。如果真懂了，真懂了就放下了。懂了还放不下，这不是真的。所以我跟张家大师那段时间3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
啊，他老人家教我的都非常踏实。啊，我们做不到的，他绝对不说。啊，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圆六尘境界，看破是什么意思？明了事实真相。啊，看破是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我们做不到。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太微细了啊！以后学佛学了几十年才知道。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今天讲主观客观，主观的观念要放下。啊，为什么？错了。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之后，你就能放下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啊，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清净心中，一法不离，也就是一法不生，那是真心。这要学好多年，慢慢才能体会到。啊，要把这个环境、六道轮回、十法界，啊，乃至于大乘、小乘，那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对治烦恼习气。用的一种手段，好像大夫治病开的处方啊，目的你吃了之后病好了，病好了之后怎么样，药就不要了，病好了之后啊，药还舍不得丢掉，那你永远生病，这就错了啊。所以法上应舍，世间法统统放下，佛法也放下，就成佛了。啊，世间法放下，佛法没有放下，最多你的菩萨的位置，成不了佛。必须把佛法也舍弃。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佛讲得清楚，我们自己要能把它听懂，依教奉行。佛法的修学有法喜，法喜也是烦恼，法喜也是习气，要怎样？在佛法当中，如如不动，就对了。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想。啊，我们今天念佛，
心里有阿弥陀佛，算不算妄想？算。那我们为什么不放下？我们放下就没有依靠了，烦恼习气全冒出来了。所以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佛，成佛要一念不生，我们还有一念，我们不是成佛，是为什么？是为往生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放下，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怀疑了，一心转念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这个地方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功不得力，没有好老师指导啊，所有的环境都是诱惑，都是让我们生起贪嗔痴慢疑，他不是叫我们清净平等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我们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一切福报当中，无量寿是第一福报，有它才有一切福报，要是没有它，啊，寿命短，什么福报它都落空，啊，所以无量寿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啊！啊，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大乘智慧，无量寿福报，圆满的福报，啊，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啊。美好到基础啊，美好到究竟啊，啊，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讲极乐世界的果德，后面是修因，清净平等觉是修因啊。啊，净宗修学的因缘果报都在经题上。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念老师，此皆成就菩提之亲因，因种子也，乃成就菩提果之种子，故名善根。下面引的大悲经上说，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大悲经上说，
固执，善根是清净，从因得果，国具种子，复作圣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实话，我们要这个态度来学习，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个字是废话，稀有难逢啊。菩萨行从果上讲，具足如下种种善根，如下举出几个例子，善根妙德太多了，无量无边的，数不尽的，说不完的。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摧伏一切魔君，这一句话是从比喻上说的，这个意思是不受内外干扰啊，内是妄念，外面是诱惑，这都是魔君呐、啊。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们到街上去逛逛，那是什么？那是跟一切魔君交战呢、啊，你受不受诱惑？啊，你听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动心？动心就打败仗了。啊，如果还想拥有，啊，据为己有，那你也是。这败仗就败得很惨了，你被他征服了啊！修行人怎样的？逛市场不为所动，我是看见的、听见的、接触到的，如如不动，修行啊。啊，看电视也一样啊！啊，如果被电视里面所表演的，你起心动念，错了，你打败仗了。啊，你如果真正能在电视面前看到这个东西，寿命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张画面展出的时间1/1秒啊！太快了，我们掌握不到啊！1/1秒。你怎么掌握到？啊，如果我们用一张画面，用一个画面，
在百分之一秒这样的频率里头，让我们看我们可不可能感觉到光一闪，恐怕都感觉不到，是有光闪没见到。怎么没见到？它太快了。啊，我们用幻灯片，这是从前电影用的胶卷，老的电影一秒钟24张，就是它的一个画面，在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用一张，把前后统统涂黑掉，啊，让它在24分之1秒，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光一闪，那个光里头有什么？什么也没看见，啊，只是看光闪了一下。这是24分之1秒，1/1秒恐怕那个闪光都没看见。啊，何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它的频率比这个高太多了。啊，一秒钟多少张的这个画面，张张都不一样的。一秒钟是2240兆。啊，像这个底片呢，在一秒当中就过去了。每一张停留在屏幕的时间，啊，是2240兆分之1秒，完全看不到，声音听不到，没有感觉。啊，这些东西没有今天科学的工具，我们很难体会，概念都没有。啊，这么多科学工具在面前，借着科学技术，我们有一个概念。虽有概念，这个概念呢，看不见，没看见，它就在眼前，没看见，没听见。啊，甚至于我们接触手摸的时候没感觉。这些全都是魔菌。魔菌无量无边啊。我们迷了就受它干扰。觉了知道它假的。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不受干扰。啊，放在心上就受干扰了。啊，不合自己心意的，烦恼给你痛苦，带来痛苦。啊，符合你心意的，带来是狂欢，狂欢跟痛苦是一不是二。为什么？狂欢是坏苦啊，他在你面前，哎，你很喜欢了，他没有了，你就哭了。
你再也享受不到了。啊，所以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现不现，随缘。决定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那你就不受一切魔君干扰了。不受外面六尘的诱惑。啊，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不但六尘不能干扰我。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自性般若照见，照见五蕴皆空啊。不是假的。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摧伏，指破除与降伏。魔者啊，前面有注，又制度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军众称为魔君。啊，这个魔君是形容词，魔多。什么人没有魔扰？真正念佛人，真正下定决心，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一心专求净土，他才没有魔来扰乱他。为什么？他有护法神保护，护法神护持，他决定得生净土。佛菩萨照顾他，平常人心里头见色闻声还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护法神就没有了。你用真心，护法神佩服你，护持你；你用妄心，妄心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你用的这种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魔来干扰你。你自己并不知道啊，这个修行人有一点功夫，他才会觉察。他让你起心动念，他让你分别执着啊，你果然起心动念，果然分别执着，你就上当了。你就被魔干扰了啊！起心动念太难了，我们自己不晓得，但是分别执着这个烦恼粗，容易觉察。能不能不分别？
真正体会到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你才能不起心不动念。那没有到这个境界，都会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初学起心动念是正常的，要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这叫真修啊。这是境界，境界就是天天考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方法通过。啊，不执着，首先就在这上专用这功夫，不执着。你的烦恼会去一半，修成功了就杀罗汉。真放下了，放下贪嗔痴慢疑，放下七情五欲，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精神清净心，功夫再提升，平等心现前。不但心清净，一尘不染，分别都没有了。那菩萨啊，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起心动念什么？烦恼习气没断，会起心动念。烦恼习气断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这是最微细的无明。啊，佛经里面把烦恼比喻作魔君啊，这个很有道理。像《大智度论》里所说的，夺慧命，慧命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因为有烦恼，智慧不能现前，所以叫夺慧命。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里头样样具足，没有一样缺陷。怎么知道？因为他能生万法。如果他没有，那万法从哪里生的？所以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你要是觉悟了，魔都变成佛菩萨；你要是迷了，
万法就都变成魔了。啊，他来折磨你，他来诱惑你，让你生烦恼。啊，所以他能够夺我慧命，让你智慧不能现前，现前的全是烦恼。啊，坏道法功德善本，他来破坏你的道法，破坏你的功德，破坏你的善本。善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他把你的贪嗔痴引发出来啊，你看到的就起贪心啊，啊，不如意的就生嗔恚啊。帮助你天天在贪嗔痴里面过日子，所以称之为魔。此类贵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君众称为魔君，这是形容的毒。越是精进修行的人，找麻烦的就越多。为什么？大家都习惯都听到一句话说：“冤亲债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找别人，找你？你过去伤害过他，他今天来报仇，来报复，啊，也不让你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至诚回向，我成就，你也成就。我脱离轮回，你也脱离轮回。我往生极乐，你也往生极乐。他就不干扰你，他会变成你的护法。你越用功，他越欢喜。啊，你要是辩解，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嗔痴慢，他就来折磨你。他就来报复你，啊，来障碍你。所以，人生在世，我常说，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占别人便宜。为什么？你占别人便宜，现在得到了，你将来要吃大亏。啊！你要百倍千倍的去偿还，不值得了。一个人一生在世间，啊，不跟一个人作对，没有冤对，没有冤仇的人，没有冤家对头，好啊。那要怎么样？别人怎么对我？言行，包括起心动念，啊，来害我，来障碍我，都不放在心上，不生怨恨心，不生报复的念头，没这个念头，还要怎么样？生感恩的心，替我消业障啊。我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了，
啊，希望他人生道上没有灾难啊，不能怨恨的啊，无缘无故他来伤害我，我这一生对他没有问题，过去生中有没有伤害过他的，这不知道了啊，他找我麻烦总有原因，不可能没有原因，所以要懂得原谅啊，要懂得化解灾难，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一生不是冤家，可前生是冤家，我害了他，这一生遇到了他害我，应该接受啊，纵然害我的生命我也不报复，也没有怨恨，欢欢喜喜接受，他就解开了啊，解开了多半是重罪轻报啊，决定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对人不施恩德，决定有好处啊。张家大师，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教我啊，因为他看我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啊，没有修积功德，还短命啊，幸亏遇到大乘，遇到佛法，就教我布施，说得很清楚，财从哪里来的，财布施得来的。今天你看到世间这些财主大企业家，他命里有财，从哪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得来的果报。你没有修，当然没有啊，你怎么能就怪他啊？自己要想有财富，修财布施，那没有钱，真的没有钱，生活都很困难啊，老实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我这可以，这些就从一毛一块起布施，要常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遇到缘随分随力，这个缘不能空过。那我们学了佛了，常常到庙里听和尚法师讲经，那庙里有人放生化缘啊，化小钱，一块一毛都收啊，他就买动物放生，印书啊，印送经书，好事情啊！啊，我们到寺庙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遇到了，身上带多少钱，全都给他，钱很少，不多啊，遇事真的果报现前，越施越多啊，老师说的才是这么来的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
讲经教学属于法布施啊，认真把这桩工作做好，学习经教要深入，啊，教别人讲解要关机，要知道他的程度，要齐齐齐理，开智慧啊！啊，无师自通，我们从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体会到。遇到很难体会的经文啊，注解上说的不详细，怎么办？老师教我经本放下，一心拜佛，啊，拜上几百拜，那忽然就明白了，就懂了，赶快拿笔来写。有的时候记不完整了，啊，一面写一面要忘掉不少啊，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俗话说佛力加持，这种情形常有，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非常有效啊，拜佛真能开悟。法布施能够长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选择素食，不吃众生肉啊，以前不知道啊，啊，杀生吃肉招来的是短命啊，而且招来是冤亲债主，你给这些众生结冤仇，他来找麻烦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再不敢啊，绝不伤害一个众生啊！这就是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是人所求的，有方法。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真干，你就得到。啊，那么这种日子随着年月，一年比一年增长啊，提升啊，啊，十几年下来说信心十足啊。为什么要施？施才能积大功德啊，才能这个佛门里头办一点事业啊，生年前
剑桥大学有个教授，麦大伟教授，我们认识。他到汤池去参观，住了三天。回国的时候，在香港住了三天，我们谈了六个小时，他就劝我到英国来办学。啊，希望在剑桥大学开大乘佛学这个课程，好是非常好，语言不成熟啊，不成熟什么原因？他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的，我一生不化缘。啊，从来没有伸手问人家要过钱，这个我做不到啊，没人支持啊。啊，那么今天真理办汉学院，人成熟了。啊，前年我把十方的供养在香港设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专门用来办学的，啊，所以筹集有一笔资金，啊，那这边每一年度的开支可以负担，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知道供养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知道这是好事，都想来参与，啊，都想来修积功德，啊，所以彩礼没问题了。张家大师教我，65年前，我们这个布施了65年。才有今天呢，才能办一点事情啊，缘成熟了啊，遇到校长谈得很投缘啊，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得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些，尊重奉祀祝福。修善积德啊，这一句本经41品，我们现在还没学到啊，在后面为往生边地者，于莲花中不得出现，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见佛奉祀祝福要善根，要福德，要因缘。善根就是要把私货贪嗔痴慢疑断掉，善根去除了啊，有善根还要有福德，
福德就是三种布施，有了善根福德，因缘会常常遇到。善根福德不足，十年前剑桥的缘有缘，没有善根福德不能圆满。那我们这个十年的累积讲经教学三种布施的累积到现在遇到校长，这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可以办事。这个缘稀有难逢，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佛法，没有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定义一定要清楚，避免大家怀疑。宗教教育依照中国文字宗，它有主要、重要、遵从三个意思，教也有三种意思：教育、教学、教化。所以宗教两个字中国文字是说什么？它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它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它是人类遵从的教化。用什么方法来把现前这个社会混乱化解，把这个世界带向幸福和平，要用什么？老祖宗教给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无论干什么都要把教育摆在第一，那宗教是最重要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不能丢掉，赶快找回来，宗教回归教育。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你看，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都有能力做一桩大事但是他们选择的都是教育，他没有选择企业，他没有选择从政，他选择教育孔老夫子选择是教育，释迦牟尼佛选择的是教育。你仔细看看，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不是搞教育起家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今天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还是要靠教育。什么教育？
宗教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个世界能够回归大智，能够回归盛世太平。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供养、奉祀、祝福，这个要紧的。往生边地的人也算不错了，他在边地要住五百年，这五百年当中他见不到三宝啊，他不能够没有机会供养奉祀祝福，啊，但是阿弥陀佛关不关心他？关心，照顾他，不能明显的照顾，为什么？他有业障，啊，还是照顾他，还是帮助他，啊，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啊，这上面这一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讲的。啊，念老引用在此地，告诉我们，见佛、奉祀祝福、见佛，都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的经文，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能力、有神通，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去听佛讲经说法。这是大福报啊，这无比殊胜的功德啊！一尊佛那里学一部经，无量无边诸佛，同时就能够把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全学到了，自己学到之后，一定是帮助众生，明灯啊，菩萨智慧，照破众生明暗，令众生开解正道。这就是化他啊，像净严书里头所说的，自具智慧，能生物界，无是万物啊。今天讲生物明是的明啊，这是世间的明灯啊，啊，照见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慧书里头说：“啊，照世间明暗，故人为是明灯。一切众生都在你，一切众生都在黑暗里头摸索。”找不到出路，
很苦啊！啊，要靠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多半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极乐世界的菩萨特别慈悲，为了感恩阿弥陀佛，所以都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他们到处求法，希望早一天证得圆满，以自己所学来教化十方苦难众生啊，自心化他。下面讲福田，田是田地，田地以生长为宜，它可以种庄稼、粮食、蔬菜、啊、水果，我们日常生活必须不能离开啊，土地能够生长，所以佛用这个田来比喻啊，要种佛田。与具德者造福，则得福报，众福得福果，这叫种福田。应供之人名为福田。这也是学佛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苦，就是要懂得种福田啊，遇到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自己有能力应该常常提倡引导，那个福田就更大了啊。像今天有许多地方办道德讲堂，传统文化，这都是佛典，真正的佛典。啊，有能力的人他办，没有能力的人看到这个机缘协助他，甚至劝人去参加道德讲堂。道德讲堂是短期的啊，三五天一个星期啊，短期的，劝他去学习，劝他去参学，都是无量功德。都是稀有难逢啊。啊，如果有能力帮助他，远方去的要旅费，帮助他一点旅费，好好去学七天，他七天真的受用了，真正知道忏悔，回头是岸了，你救了这个人呐、啊，帮助他转恶为善，这是真实功德。所以佛家用众福田啊，应供的人就是自己的福田，
你供养的这些人多，帮助人回头，恶人变成好人，叛逆变成孝顺，啊，无恶不作的，这社会上不是没有，有啊，都能够回头是岸，都能够重新做人，啊，做个好人，这谁给他的？众佛田的人帮助他。探玄记里就说：“生我复故，名佛田了。”啊，这种修行能够生福啊，帮助我生福，这就是福田。啊，优婆塞戒经里面讲三福田，这经上常常引用的。第一个，报恩福田，父母师长，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罪于老师，父母老师对我们第一大恩呐！啊，那现在人无知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甚至杀害父母师长，实有所闻。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这是忤逆罪，五种堕无间地狱的罪，这个人糟了，这还得了啊？第一个杀母亲，母亲的恩比父亲大，从小要照顾你，要把你照顾成人啊，所以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重啊，他摆在第一个。第二个杀父，第三个就是杀老师，经上讲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他住在世间，无条件的教化众生啊，讲经教学啊，你看看前面三个，父母师长啊，当中两个触佛身学，佛是老师，佛的法宝大，没有人能害佛，佛有护法神保护，所以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有要置佛于死命，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是触佛身血，这个对佛大不敬，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罪业。最后一条，破和合身，真正修行学佛的道场，你破坏它，你障碍它，让它不能行道，这也是忤逆罪。这五种罪是堕无间地狱，堕无间地狱很麻烦。无量劫都不能出头啊！可是我们在学佛这些年当中，
见到造无孽罪的，堕无间地狱的，能出头。啊，当然人不多。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了。唐朝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啊，他死了以后就堕地狱。啊，10几年前在深圳他附体。啊，说出他是李世民。堕无间地狱，你要问他为什么？你是个好皇帝。他说：“好皇帝造了地狱的罪业，也没办法避免的。”啊，那现在怎么出来的？有个菩萨把他带出来了，地藏王菩萨。啊，什么原因带出来他还不知道，他说自己说不出来，这菩萨慈悲把我带出来。我们今天明白了，他下令编的《群书之要》这本书出现啊，那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晓得。啊，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亲自看到他附身。那一年，我住在澳洲。啊，《群书之要》这部书发现了，有一个听众。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部书，我找了好多年找不到，打听没人知道，啊，居然找到两部，啊，寄来给我，我在香港，啊，我也看到，很完整，啊，文字没有受到伤害。纸是很破旧了，啊，但是字没伤害。我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这第一次反映出来这个功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这个好事回向给唐太宗，没有这个念头。啊，在我们看到样本，他突然来了，啊，附体。我们五人法师在此地，附在五人法师妹妹身上。啊，那一天五人也在场，人事在场。啊，说出他是李世民，我们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这感什么恩？全是这样，我才恍然大悟。他告诉我，这部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今天搞汉学院，主要就是读这部书。啊，为什么他能救全世界？啊，我们要培养一批老师，啊，读这部书。把这书读通读明白讲清楚啊，写成白话文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对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得这部书这功德大唐太宗来开导我啊，他附体时间很短不到10分钟说完了他就走了
啊，有人告诉我，他并没有离开道场，在我们念佛堂参加念佛去了，念了一个多月，他离开了。这个确定不是假的。人事的妹妹做不出来的。啊，他也想不到的。他也不能故意表演给我们看。不可能，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